别节目开始，塞公粮啊修腰。嘉荣，嘉荣，你这一趟要出差要去多久啊？北镇，这摆我是要去华联，要去台东休息，可能我爱去几个月哦。要去一个多月啊？那怎么办？我快生了。不要紧啦，你免烦恼。虽然讲我这次要去遐尼远，要去遐尼久，但不过我人伫咧外口，我心肝拢嘛伫厝内面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在外头要注意哦，注意身体，不要生病了。我知影，啊，你家己身体还好，我保重哦。我知道啊。亲一下。太这么见笑哈，那要浸就去房间来浸，那要大厅头你浸哦哈。哎呦，你嘛唔当安尼，等要去收租吼，暗时讲要一年还是半年才要转来，啊去到几工啊就转来啊，啊就两个囡仔分袂开咧。哎呦，你身体都爱保重诶，你哪会袂开口讲妈妈，你身体都爱保重啊哈？有啦，母啊，我都拄啊咧内底都讲了啊。你好，你内底讲了，伫外口就免讲。哎呦，你先我边啊一日啦，好心诶，和我讲一下。哎呦，你爱金呢？来，爱金哦，你老母哦，我哪互你金者？有啦，母啊，喂，你个面皮滴滴个，敢若烤鱼皮。你阿想看卖啊？呢，这见面啥想死啦？阿某一个撮好样，讲嫌咱讲硬老啊啦，哈，好虚皮啊啦。那个哦，饲个你这么大汉咯，那叫你搞怎子啦？也无够对啦，哈。阿母啊，我跟你讲笑啦，卖气个呢啦。好啊啦，啊，紧去紧转来啦。等吼，等几工啊就转来啊。等你安尼卖啊。我知影啦，我来去啊。好，要保重哦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哦。要小心哦。小心啊！再见。靠腰啊！你有那大肚啦，啊！甲你顶在面头前个啦，我要讲囝歹钱，拢歹袂着呢。哪个你歹好，我拢袂歹好，哈！你咧水哦，自阮后生哦，传你入门了吼，唔捌你甲我讲话，人拢传你甲你讲话啦。你唔来，你偌啊水，你偌啊臭屁啊！我今日甲你叫啥尔？你爱啥死骨头啦？哎呦，无看无气，愈看愈气啊！迄个面容甲好男人底下同，无你，哎呦，你死啊！哦，我真是无怕着个，啊，甲伊爱。拉着痛经啊吼！打着你去替人死啊！要是死啊，要找谁？要来发声啦！哎呦，我希望阮家人又去倒转来啊嘞！家人啊去对，啊都去收租啦！莫怪无地嘞，我看你搁在欺负你的你的新妇啊！新妇我在欺负，你靠边你！我若死哦，你才靠啊！你嘛还袂满意啦？好啦好啦，你是几派的啦？跟那死白的嘛，免死靠啊呢！你啦，你做人的是大人，你不过爱好好给人照顾，你常常安尼起脚动手安尼啊。我也是吼，作业的啦，当要出去吼，都要出去啊，啊，都哎呦，身体都保重来，我斟着，安怎斟着，安怎？你想了没？你看少年的做三亏。哎，都对面啊，无想讲我吃到这么侪岁啊，哈。这个新婚时间呐，都是较甜蜜嘛，对不对？哦。啊，迄当初是我甲你讲过，讲进门的婚事叫你考虑，你又讲这个较好。这个好就对，我咱就是讲看外表都遐尼水，要哪会知甲咧好男神带遐重，一直哭，就要哭。这个查某囝也可怜啊，人伊的身世有影太凄惨。没啊，无哩食。哎呦，人伊哦，偌古早吼，甲阮诶，甲阮家人啊结婚的时阵是十八个呢，先上车后补票的呢。十八个。嘿啊。所以你的脑筋就是安尼啦，你酒挂酒了叫烧倒去。是安怎？起码这个时代什么十八不十八？吼，较早安怎迄拢无要紧，对不对？你讲较早伊三个男朋友我拢知影。你乱讲，哪有影？头一任老福助。哈！哎呦，你是要求高去哪里啊？哈！你当时哦，我老福助去旁边，你讲干嘛？我听你讲，你这碰头。恁家想爱，这些哦，怎得个滴滴啦？哈！你即马怎啦？我起毛歹讲诶，甲拍住甲灶卡念念哦，拄都看到一滩滚水滴，怎个泼落去？你惊什么？哎呀，你这个肥滴呀！肥滴，这个代志你哇！是啊！啊！天底下点点死去？无啦，我知影点点拢无算有影有影，我看没啊？你莫乌白害我，乌白讲。现在是警察来了，没啦，不是啦，你还走那个行跟走警察同款。哇，我老大人走不去，侥幸哦。是是嘛，行啦。我拄仔生气哦，啊，怎甲泼落去哦？我是想伊怎昏落去呢？啊，当时可能无咧喘气啊啦。真正死去。嘿啊！但是大条啊。我跟你讲哦，
这个代志是你有哪有份的哦？哎，姐啊，这下我坎坷奈哦。什么你坎坷奈啊？那不是讲你来搞神农派位哦？我哪会遐尼生气啦？我跟你讲，你搞什么？我刚才出嘴呢，你出下手的呢？哎，你出嘴就吃啦啦，你帮助我杀人啊？今日啦，无事我。我帮助你杀人。哎呀，今日哎呦！你等，你讲恁后生家用条是要转啊？一个月子才转来啦。一个月子咯，安尼无紧啊。规期安尼，我叫几个土工啊。土工啊。啊，买一碗干茶，好，啊，装落，半暝啊，无人的时候，甲扛去风高腰啊，等等掉啦。安尼呢？好，你唔能咁讲呢。这含我无关的，我是替你想办法尔啦。你有哪个有关的啦？无啦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伊话无人知啦。你若卖讲，就无人知啊啦。你赶紧去去烦恼的土工啊，我来去内面准备啦。我告诉你啊。正调观察，敢若我摕到这条，调甲会当对花啊，看我存偌济。人人来甲我报，土公啊讲光一句新的来，土公啊光来甲我报吼，我若打三分好赚的。一句，交一副瓜茶，休困三个月。阿哥，你困哩咪？你娘靠我安尼交落，啊！你讲唔着冲一下，安尼唔只有先交瓜茶，后尾了骨落拢无声，都要你骨好心忙啊！讲，也袂累你啦，哈、啊，配合吧啦，拜托个啦，安尼对，对。啊，真有了！哎，嘿嘿嘿嘿！你管？啊，这都忘了过年了，来接来炒。哎，哎呦，我管他这大哭，他一点的囡仔。嗯，这囡仔都还袂死呀，奇怪。还袂困啊？去嘞！我唔知你还袂困落眠啦，我想早来啦。你打来尔，咱较无熟悉啦。你若食的拢旧的，这拢含我足好啊。我歹势无，互你睏到落眠，我才来啊。你观察挂，我甲你看就好啦。不必啦。要找阮老爸，就一定爱去望阿婆。阮老爸偌夭寿骨的，专门得人嚼棺材。即久吼，伊嘛捌来嚼过，所以我会来遮找伊。诶，遮阁一句新的棺材。嗯，照阮爸伊个性吼，即句新的伊用骗的都骗得着，但系一定来。阮爸。阴暗，我要甲变一路凄惨啊凄惨！交官他交二十多年，头一摆撞到这个账单，但是讲歹势，困也袂落眠呢。
咱是讲观察观察看无好，把你讲不必啦。这件代志我早已派出所透给主管听，主管当作我笑，唔卖唔甘愿吃半罐米酒头啊，要甲伊拼。观察哪会捌去啊？各位连心。好你啊好，唔惊惊，你要对恁爸甲惊死，叫惊着哦，惊着，这摆若惊死，你敢枵死？阿爸，你无意思啊。啊！你知我明仔载要逐日去共买衫，买到遐大领，害我袂穿的。迄也买，迄伫衫间共偷收的。啊！你收你嘛收一个较下属、较细领的咧。恁爸偷收，我毋着搁揢寸笑当咩娘啊？唔管啦，你爱共换。要揢一块换，袂清洁。袂清洁啊！袂清洁，我要上清啦。那边有一个阿姨吼，说给他儿子穿，你说好不好？你个叫伊阿姨啊，穿变怪色衣。卖个这，卖个这种。好不好啦？什么好不好？你个问我，我应不好，都规定拢来。啊，关啦！哎，阿妹，阿姨你好，我是他儿子啊，你那个。你说要衣服拿去穿，好吧，送给你没关系。谢谢。反正我不能穿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了。反正我爸爸很有办法。好奇怪，为什么我爸爸看到你他就跑呢？你要看我吗？啊你，哇，哇，很漂亮这衣服，嗯，你可以去选中国小姐，现在要报名了。不啊！哇！你是在安怎啦？你要我惊死你啦！你怎么是在跟谁讲话啦？我无啦！啊！我跟你讲，咱厝内面哦，有鬼哦！哎，母啊！你慢慢遐尼老古板，但是嘛，什么时代还佫有一个鬼？真实的啦！我拄好才要洗身躯哦，免洗身躯惊的。我安尼手哦，也袂我去存水道头，我迄水道洒一下，啊，就漏规桶滴个啊啦！水道头无开，水家己漏较甜哦。是啊是啊，要主动的啊。咱都无牵你着主动的啦，看要安怎着啦。哎，母啊，你莫安尼乌白乱想啦。啊，你安规工安尼头壳安尼乌白想，迄一定是哦，你家己水道头开了叫袂记啦。后迄个水无开，家己漏较甜的。无，我无记漏，真是有影无记漏啦。哇，哎呦，跟你讲袂歹心。啊，伊啰煮的真嘞。我食饱，哎，猪血汤我绝对不爱吃的。是啦，我惊死我，猪血汤我都不爱吃，猪血汤我都不爱吃，你干嘛要叫我吃猪血汤？母啊，我即马是问你讲，阮某猪血汤去倒啦？你是不是你阿未？你食饱？哦，和恁某。哈啦。哦，恁某都可要等于外家啦。好啦，唔对啦，母啊。哈？啊，我最近闹一个外家。你无？你啊？对，讲要找阿叔，要找阿叔。母啊。嘿。你是不是这两天人咧艰苦？无啊。啊！惠珍真嫁我，伊做囡仔，伊就孤儿出身的，要闹一个，要闹一个外家，要闹阿叔啦。惠珍到底是去倒只？嘉莹啊，今仔来吼，要甲你磨平啊，磨平你袂过啊啦。是安怎样？我老实甲你讲啦，你安尼即几工也无伫咧吼，恁某吼偌毋是款哦，一日干毛，甲伊都合作啊啦，甲空顶啦，甲陈一龙啦，去开房间来三长四短，拢无甲我开，无甲我收啦，我安尼起毛歹啦。母啊，你毋免阁讲啊。我实在足想袂晓，或者毋知倒位你咧嫌伊，你安尼我若无伫，你著甲伊苦读。哪有？啊！你即摆你所讲遮个人，我毋是毋知影。啊，遮个人，你像老早空顶，你大家嘛捌甲伊斗阵一阵嘛。哎、欸，你即摆要讲讲，或者是小姑啊，或者到底是去倒啦？我煞毋知受气哦，全甲赶出去啊！你甲赶出去？赶出去啊！你惊伊哦？哎，即马巴肚有青哩，管他呀！迄巴肚的囡仔根本就唔是你的啦，迄等你弄的啦，介要从啥？我要出来找他。无，你袂你去的啦！哎，嘉英啊，你袂你去？哎呦，你哪去哦？啊，帮我家己一个带出来，我会惊死啦！
我唔知影你这查某笑像我足久啊！我过来跟我捉落。哦，做你去要求死因啊啦！我定金调你遐尼久啊，你是安怎吼？那也唔免紧来，到这边才来啦。啊，要怎啊会啊？哎，这边别送啥？哇，我这边过来来抓妖啊！是有妖哦！哦，真正有妖！真实的啦！我暗时伫咧困的时阵哦，我枕头骹哦藏钱的，伊嘛甲我摕咧走。钱体？嘿啊嘿啊！真贵哦！这真贵哦！嗯，不但是安尼哦，我走开饭开米哦，啊，足贵的哦，啊，甲压甲规四个呢。妖怪，妖怪哦！哎呦，还阁有嘞，我衫哦，垃圾换起来还袂洗哦，伊怎搞收你走啦？惊人衫也好。嘿。哎呀，啥？查某的吼。查某的。登头门。嘿啊，穿白衫。有功不必了不？我无听伊讲呢。安尼你叫唔着人。吼。这个我有熟悉，我不爱插你。啊，你要从啥？不是啊，我无胆啊。什么？你无胆？我定金给你啊，哥，你搞我无胆，看偌济钱，我搁较给，较少给你，别紧啊。几点出来？拢差不多九点通啊，就出来，我惊着。九点通啊。安尼，我收较紧，要紧。紧的啦，紧的啦。拢收你只下去。安尼，较紧，直接。叫一只客运车，等后尾门遐等。你从啥啦？无，你叫迄司机苏洛他们等我。什么是苏洛啦？发动啊！发动哦！啊，是要从啥下面？我要走较里边啦。什么要走？我今走袂有啦。不是啊，我本大怕走袂紧啦。好好。听无啦？有啦有啦有啦。等他们。嘿啦。我别走哦。我真别走。嘿啊。无讲不必啦，我无听到。那你早起是要从啥？施工祥啊。什么叫施工祥？西公祥。啊，西公祥啊。系啊。伊是施工祥哦。等你那连宝布，宝布也煞摕来啦。什么宝布？这是法宝。法宝。诶，贵的集合。军中用分比啊，这是用。您听有就我啦。安尼哦。表示这个所在有物件要吃，规定就饲我啦。查某的嘛。是啊。等他们。人梦梦，人梦梦，东升阳哦耶，勇勇勇勇。哎，你那个打大话啦。啊，无这边打双簧啊，小客上面有只。一定袂歹哦，阿才捌送出山哦，来坐山咧。做主啊你，厝边啊老乌龟，抓到五点挂腰杯，挂到鼻花相当嘿。做主啊你，做阴母，出事拼脚骨，这个有心无底，不得辛苦不随嘛得有功夫哦。猫头来好做，猫皮来坚固。猫脚来逛逛，猫肠来白肠，这个猫脚汤啊，新纸做米红啊，猫耳啊做香杯啊，做主啊厉害啊！哎、你的脚肠会分多吹 啊, 啊！来来来，看看看，做主啊来抱一领狗跳伴，放一个皮公二一半。贵中外，啊，你到啦。我来拢无看，伫楼下坐电梯起来。安尼哦，行李去选出。行李哦，红包先来。好，先来。红包用红纸盖掉的，现金卖去予鬼看。鬼看伊会甲我抽一声，安尼我会七难分寸无力。安尼哦，知唔知？我知啦，我知。我先收妖怪。好，你先收，我来准备。头样咧妖怪咧，恁爸家咧妖咧。伊要自做西贡了，皮肤给我赞的。哦，放下啦，放下啦。一行红包出来要紧啦。叫你讲你听闻啦。
要等下一摆鬼来啊，食无你嘛，佫怪我。入面。坐坐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停车！地层塌！我开停车，我多半有哪好，不偷车。呀！西公等下，西公等下，我红包给你准备个安尼哦，好你提起你做做。哎呦，救人哦，救人哦！喂，安怎啦？你是安怎啦？哎呦，真是有鬼！哎呦啊！你这两天真像要人咧艰苦的款啦，啊，有迄落鬼的。你去看，我看，我看。我唔敢看。喂，无，你是人还是鬼啊？你啥鬼？嘉荣。哇！民众还看咧。唔敢看。嘉荣。啊！难道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吗？叔叔啊，叔叔啊，叔叔，家啦，叔叔啊，家，叔叔啊，家啦，哦，是家，叔叔啊，你看我穿袂到，我唔捌看迄落鬼妖迄落型的，我只骑溜顶尔。哦，伊见面对何足真少念去啊！哦，我讲骆驼叫客丁吃，哎，叔叔啊，你哪只啊？你吃得点？啊，那两个叔叔啊！啊！啊！卖拖鞋，我是讲那两个西公的，你哪捌我？阿亮，慢安尼，是较早开检票哩，慢安尼啦，迄较早无套，今麦搁套了，无意思啊。阿亮，啊，不要过啦，随便你，随便你啊，跪咧把腮公中间哦，啊！阿亮，我是朱慧珍，我没有死，我只是被毁容了，你不相信，你摸摸看。慧珍，慧珍。哎、啊，你妹嘞？哇，你是安怎样啦？过去吼，拢是我的唔对啦，我对耳空轻，啊，听人甲我煽动，我一个受气吼，啊，一桶滚水滚，我怎对面甲泼落去？我想讲伊死去啊，唔只用一副棺材吼，怎啊甲扛出去戏杀？啊，我撬棺材，所以撬着伊啊。啊，都是安尼，哪会讲不必啦？哇，你来做这种代志啦？是的啦，我唔是挑工的。慧珍，嘉荣，你不要过来！来，你不要过来！我现在被毁容了。你叫他不要过来，你一直过来。我现在好丑啊！你会怕我？找不到里面的东西。你免艰苦，虽然讲你的面容即马变成安尼，也毋过即马医药真发达啊，而且咱的厝内面。咱有钱啊，我应该带你来去国外，我带你来去整容，啊？可是你会嫌弃我呢。慧珍，你永远都是怪我，我哪会嫌你？我相信。那你要带我去国外美容哦。哎，美容美容，啊，若无到面皮皮通去哦，再挂恁母来看。哦，恁遐头伊拍成，恁都拍到手的啦。谢谢嘉荣。哎，来来，谢谢各位来宾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